海洋性气候的特点。海洋性气候是地球上最基本的气候类型，由海洋巨大水体作用所形成。其特点有：一、气温年变化和日变化比较缓和，在洋面上甚至观测不到日变化，全年最高最低气温出现时间比大陆性气候的时间晚，最热月在八月，最冷月在二月，年变化的极值一般会比大陆往后延一个月左右，秋季的温度要高于春季。二、降水量的季节分配比较均匀，降水天数多但强度小，云雾多，湿度高。三、在热带海洋多风暴，如北太平洋西南部分与中国南海是台风生成和影响强烈的地区。四、多云雾天气，湿度大，多数临近海洋的大陆地区都具有海洋性气候特征。